家，我是 W。好，今天要去打看我们的那个头发魔将新的魔化雕虫。哎呀，好阴险啊！还看起来，我还是一样哦，在吴国的阵营，目前排名第二。好，排名第二啊！我在吴国，看看魏国的阵营有谁哦？你看，第一名一样是这个啊，600多亿的这个，然后第二名竟然是叶丘啊！这个叶丘蜀国，你看他这次去了魏国，暂时拿到了第二，然后再来就是蜀国，哎呀，蜀国一样是人才济济啊，第一名800亿啊，第二675，第三754亿，第四668亿啊，靠腰啊，喂，300多亿啊，第五名，真的是好多人才啊，蜀国。再来就是秦国，喂，第一名一样是我们的短歌星啊。哎，第二名竟然180多亿了，看来那个谁还没打那个天武纪啊，也是一个2000亿的，他还没打。好了，好，现在要来打打看我们的貂蝉哦，这个貂蝉不一样啊，这个貂蝉是你看他的技能是每回合按正位顺序秒杀一名武将哦，就是他会1号、2号位、3号位、4号位、5号位这样杀。好，我来示范给大家看看他是怎样的。我先来排兵布阵，先来排给我们的这个要枪将剑和符啊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魔灵咆哮，然后还有最后是我们这个火蛇舞了，就来火蛇舞好了。然后第一个放这个一号位，最没用的放一号位哦，甘宁我觉得最没用啊。然后第二号。二号位主角，第三号陆逊，然后小乔孙策主角 ，OK， 就这样。好，来打看啊，我们的魔化貂蝉。好，准计合璧，我的飞天小猫咪。好，甘宁 ，OK， 主角啦。对方都是打得不痛不痒。好了，现在是第一回合而已，枪剑合一加伤害啊！然后我的孙策，最后我的周瑜。好，现在哇，秒杀！哎呦，蛮帅的，蛮帅的。哇，这个魔化貂蝉真的看起来很阴险，很什么？很鬼啊，很鬼魅，或者很有点恐怖就对了，好像从那个鬼门关出来一样哦，哈。好，哦，又秒杀了，哦，哎呀，这个 boss 他秒杀了没声音了。好，下回合我来帮他配一下音好了。 OK， 小乔，周瑜，烧成灰烬吧！好，秒杀！我炸！好，他就是这样了。你看，慢慢一个一个秒杀哈，一号位、二号位、三号位。所以你就根据你的阵容，你觉得谁最没用的，你就把他放出去一号位；然后你觉得谁最厉害的，你就把他放去最后一个位啊，六号位。好，就这样。哎呀，92啊，哎，9200亿啊，92啊，达不到我们最高伤害哦。现在最高是100啊，100万，刚刚是92万。好，再来挑战一次，打出我们的最高伤害。OK， 好，我们直接跳过。哎呀，不能啊，要100多万，怎么97啊？好，没关系，再来试看打出我们的最高伤害。好嘞，直接跳过。好，有没有？哎呀，92万，我再来呀，我要超过100万。好，有没有超过100万吧？有没有啊？100万，95，哎呀，怎么这样？100多万，
哇，给个面子吧，让我打出最高伤害啊！超越自己，哇！哎，可是还是100万啊，靠羊！哎，我之前100万，现在还不是100万吗？都没101耶！你看都没变化，靠腰啦！最尾的那个数字变了而已，靠！哎，来吧，超过100万哦！最后一次，有没有？越来越低啊，才88。好啦，100万，看来100万就是我的极限啦，突破不了哦，靠腰。好，来领取我们的奖励，挑战了14，好，一键领取。然后这个也是，好，没了。好，我们来去一下号令哦，号令来那个商店来买一下，看有什么好买的。159个功勋啊，刚好可以买一个变装。好，就买这个刘备的好了，好帅啊，看起来。好，去打，购买。哦，此地天威啊，刘备。好，加多少战力？多少战力？3亿。哦，不错不错哦，3亿啊。再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好买的。功勋，买这个好了，冰符精华可以熔炼。好，买完 OK， 然后就不要买了，因为这个银色的功勋啊，这个银色的我要留来买那个以后的太极生金石啊，以后这个商店会更新的。好，买完了。好，没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点个赞、打开小铃铛啊！就这样，大家，再见。